啊，你出来玩穿这样，不会不方便哦？出来玩就是要拍照啊。随便你啊。哎，那我们当然不搭高铁，干嘛开车？你要不要看一下行程啊？然后我们确定是开车，不是坐高铁哈。就开车啊，行程我看过了啦 ，OK 啦。不是你自己说你要自己开车的吗？哦、我开很累。哎，老公，帮我拍照，那边很漂亮。太热，不要拍啦。出来玩就是要拍照嘛。不是啊，这种天气那么热，哪有人在拍照啦？冬天就要室内吹冷气啊。好啦，去下一个地方了，走啦。哎，我们干嘛特地开车来看电影？那就是你刚刚说要去室内的地方啊。不是啊，我们千里迢迢开车出来玩哦，然后看电影。不是啊，就刚刚的那个电影，也就只有这边才有播，是吗？网络上面早就有了啦。啊，那不一样啊。还是你要先去饭店？哦，去饭店啊。走啊！我还想要拍照哎、欸。拍什么啦？就白色有什么好拍的？那就难得来啊。把手机给我啦。哇，我觉得这边很棒哎、欸。哎、欸，那这样订一晚多少钱啊？2-3千。两三千那么贵？两三千哪有贵啊，两三千很便宜好不好？你也不看这边多干净多漂亮。我觉得你都在乱花钱。我来喝饮料。好好喝哦。还好一般般啊。哪有？我觉得他们茶香很香。排那么久。好好吃哦！怎么那么好吃？还好吧。明明就很好吃，好不好？哎，这个评价有3000多个哎。买来的吧。哎、欸、啊，我们等一下就一直待在饭店，对不对？嗯，没有，我安排行程了。等一下呢，我们可以先去美术馆。去什么美术馆？无聊。要不然我们就去文创园区，要不要？旁边很热，小姐。还是你要去逛百货公司啊？出来玩逛什么百货公司啊？你有事哦？哎，不然你想怎样？就是这行程我已经排好了，然后我在前一天的时候也已经跟你讲了，叫你就是确认，然后跟你对，你又不看。其实我跟你解释一下好了，我爸到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想法或者是意见。哪有？每次意见最多就你。你确定吗？你决定就好了。哎，我出来玩我是要开心的，好吗？别在那边闲。算了，我自己走行程啊。
是不是？阿伟有意见不能讲哦。所以你有遇过这种人吗？没有，我的朋友都棒，我们都走没有行程的路线。没有行程路线，所以是？因为我们不喜欢就是几点几分一定要到哪里，就是到那边想说，你要干嘛？不然我们去一下哪里好这样。哦，你们里面没有就是行程弄完？我们都计划通。好啦，去下一个场景。再一次。再讲场景，哈哈。对。来喝饮料。等一下，我做了一个不对的事情，问他。